近日，巴基斯坦报纸公布了一组照片，显示在海拔12000英尺（约3657米）的巴基斯坦边境线上，一辆中国制造的69II中型坦克在山脊上巡逻的震撼场景，当即就把印度人给刺激到了。前印度西部陆军司令、退役中将辛格在其推文中称，图片中的坦克似乎是 Panzer 4及中国 T-59 坦克巴基斯坦升级版。报道称，巴基斯坦陆军将坦克部署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点，创造了新纪录。巴基斯坦 Panzer 4 坦克资料图。据悉，坦克的部署地点位于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。印度媒体称，印度陆军的坦克在海拔15200英尺的克什米尔地区有4年了。随后，印度网友释出过去的一些历史资料，自称印度坦克在1848年在海拔11000多英尺的索吉拉地区，1962年正是中印边境战争期间，印度在海拔14000多英尺处部署的 AMX-13 轻型坦克，1988年印度在海拔18000英尺部署的 T-72M1 坦克。从图片看，印度坦克都是部署到了高原山谷，没有一张是在山脊上一夫当关之势。